一年一度的清明节是墓地杂草火警最容易发生的时候。为防范未然，嘉义市政府消防局于清明节前后执行墓地警戒宣导勤务，叮咛民众祭祖扫墓不用火，环保又平安。除此之外，还结合无人机于空中巡查，利用无人机的镜头勘察有无野火燃烧，并使用无人机扩音器来提醒民众扫墓安全观念，勿有引火燃烧杂草等违法行为。希望借由无人机科技执法的辅助，将墓地杂草火警降到最低，维护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。嘉义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。